OK，Eclaim China，OK，好，来，我们来看它的 Cherry Eclaim 这个 Eclaim China 的特征。OK，它的 mean 疏忽是多少度？啊，它的 mean 疏忽是多少度呀？Hello，Eclaim China 的 mean 疏忽是多？对，OK，15度。然后它夏天的时候温度是多少？跟我们这里下雨的时候差不多一样了，OK，对，28度。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对，5度，OK，5度，应该是属于巴拿什的寒冷啊，不会讲很冷的，不会到零下的，所以是5度啦。冬天的时候最冷可以去到5度啊，OK。然后它的忽降达忽难，它一年的降雨量介于多少 mm 啊？多少 mm 到多少 mm？500几？508 mm 到多少啊？超过1000了，对啊，1520啊，OK，1520 mm，嗯，对，可以，它的降雨量就是这样啦，介于508 mm 到1520 mm 啊。OK，好，来一个到冬季。OK，冬季波达酿它有种，最主要是三种嘛，对不对？稻米、谷类，还有一个是茶。OK，我们先写稻米啊。稻米通常是在 musim panas，也就是 musim sejuk，哎，不，讲个鬼，musim hujan 的时候种的。OK，所以你写 activity。menanam padi，如果你写的意思跟我差不多的话，就不需要改了。OK，总之你要讲到他 menanam padi 是 dijalankan 在哪，在什么季节？pada musim hujan。如果你写 pada musim panas 哦，也可以的。OK，没有错的，因为它 panas 的时候就会下雨嘛，所以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啦。OK，pada musim hujan。如果你怕的话，你就安全一点，两个都写咯，把的 musim panas 嘛，musim hujan 都 OK 的，OK。好，然后他们还有种 gandum 跟 tea 嘛，gandum 和 tea 嘞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种，因为他们需要的温度是比较凉快的啊，就像我们的 Cameroon 这样的啦，可以比较凉快的，所以我们来写 gandum。Gandum dan 这是蛋吗？蛋 teh。OK，ditanam。Ditanam di kawasan suhu sederhana。这边还有吗？那条我看一下来。这边还有 banas，忘记了，16到18度。对，OK，这边还有 banas，就是只适合在那种秋天和春天这样子咯。16度，你自己挂壶写16度到18度啦。OK，这是甘冬跟 day 比较适合种的一个季节下啊，气候。好，然后到本特纳干饲养，他们主要是饲养什么呀？牛啊、鸡啊、猪啊都有。可是刚刚我们有讲到本啊，如果 eclaim 的话，就是讲到那个。牛通常他们是养在哪里呀、啊？因为牛哦，它的什么？它的冬天是5度，夏天是28度，都刚刚好。因为我们这里降热30多度都可以养到牛，所以那边5度到28度呢是更加的适合养那个牛的咯。OK，所以来写啊，苏呼木星巴拿。
Suhu musim panas. 我写简短的啊。Suhu musim panas, 他们 Suhu musim panas 是28度。Dan Suhu musim sejuk 大概是5度。可以是sesuai。Ya, sesuai untuk ini UI lah, UTK untuk ah, untuk jenisnya ah, untuk menternak untuk menternak lembu okay? 所以这个重点是他们的温度咧，常年累月就是冬天最冷5度，最热28度都很适合来饲养那个牛。然后通常他们把牛养在哪里呀、啊？养在山脚下，对不对？因为山脚下温度比较凉快，很适合给那个草一直生生生哦，就可以给那个牛吃咯。OK， 所以你写啊，本登那干 ，dijalankan。di kaki bukit san jiao xia okay, 为什么 kerana suhunya lebih sejuk 写这边啊 lebih sejuk等一下，如果你要接下去也可以。Lebih kerana suhunya lebih sejuk, 那些 untuk pertumbuhan rumput, 好像课本这样子写 pertumbuhan rumput, 然后 untuk makanan ternakan.种在山脚，诶，种在山脚下不啦？养在山脚下，温度冷，然后草也比较容易生，然后牛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写好了吗？好了啊。OK， 好了，来我们看一看 objective， 可以看一下 objective 吧。A， 来，你们做一下15到17三题。15到17，做啊，15、16、17，三题罢了。等下 meeting end 了，回来我们就讨论 ，OK？ meeting end 了，你们再进回来啊，还有少过一分钟罢了，就会突然间关掉了。到时候你们再进来啦，那我们就讨论。